金牌的得主，在资格赛他排第一 15.475， 而在女子全能决赛他在这一项拿了 15.90， 是看他今天的发挥。嗯，只要正常发挥应该现在大盘单笔转你360。好，看这个地方，哎，好，完成了一个前空翻，全体180多磅，再接前空翻抓杠，这是他的拿手好戏。好，直体前空翻抓杠，紧接做一个直体后空翻抓低杠，这个地方完成的也很顺利。腾身，腾倒立，好，好呀。前空翻一个360线下落地站得很稳，他这一套做得非常精彩。第一分会有7.1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冠军非他莫属。非常完美的发挥，是不懈可击。这是一个空翻接空翻的高难度动作连接。这是一个加上前面动作是 DED 的连接。男子这个女子全能的决赛在高低杠这一项，何可欣就拿了15.90。今天那个分数啊，没关系。